国民进党大高雄秋菊之争才刚刚暂时熄火，现在大台中又有新的火药库即将引爆了。这回呢，参选大台中市长的新闻局前局长林佳龙今天将发表声明反对天王空降。他暗讽哦，这个行政院前院长谢长廷，民进党气势弱的时候，哪一个天王主动要参选艰困的选区啊？谢长廷可能哦成为林佳龙参选大台中的劲敌。而谢长廷办公室发言人也表示说，谢长廷已经公开支持林佳龙要参选大台中，并且强调不会主动争取五都选举，地方如果有人经营也不必考虑谢长廷。